远在十八世纪中叶，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，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，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，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。到1838年，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，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，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，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。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，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，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，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。哼，在宫里头居然有人敢抽大烟，太监抽大烟，连王爷也抽大烟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是，这实在不像话。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？奴才们商议过了，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，请皇上圣裁。操之过急，你们看这几句，若由谢谢世之，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真有这么一天，当兵的扛不了枪，老百姓完不了粮，咱们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？你们简直是发疯。拿回去照办。是。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。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。林则徐，我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，事关国家安危，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。臣凌迟谢恩。怎么样，皇上的意思？看吧，这就是皇上的意思。看样子皇上是一定要禁烟了。禁吧，有什么法子呢？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呢。啊，放林则徐当钦差？哼，太抬举他了。不行。你干什么？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说去。回来，回来。皇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。一中堂说咱们就算了吗？老弟，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，写封信给玉坤，叫他在广州先下手的好。写信给玉坤？进你木洞堂来的600里驾机地道，拿过来。
武少龙下来。是。你去吧啊。回来。洋人要问你谁的主意，你怎么说呀？那当然是监督的主意了。哎，那就砸了，不能提我呀，懂吗？山神们，晚安。吴先生，吴先生，晚上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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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，请坐。好，玩玩吧。啊，哎，不不，殿体先生，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到广州了。抓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可就是你呀。哦，真的？不要紧，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。没关系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呀、啊！湖南广州的烟客听到他的名字，魂都吓掉了。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，出了娄子我们可担不起呀、啊。吴老爷，咖啡。吴先生，你说，这林则徐是不是中国人呢？怎么不是中国人？是中国人，那就好办。我不信他会不要钱。乔治，啊，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趸船马上开出口外，避避风头。又有新官上任了啊。两广总督臣邓廷桢恭请甚安。甚恭安。哎呀，兄老前辈，哎呀，少穆，你可来了，盼得我好苦啊。哎呀，大帅啊，啊，君们，哎呀，真是十年重相顾，两鬓白如霜。怎么笑我老了吗？哪里，你看我呀。大帅玉庆主啊，大帅，这次勇长钦差大臣官房真是旷古少有的恩典呢、啊、可庆可贺呀、啊、皇恩浩荡，惭愧惭愧。好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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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三馆吧。是。哎，把船靠近一点。您是第一次来广州吗？啊，是来办货的吧？啊啊，是。好一点华平，华平来给我样好。太太，你买这个华平吧，价钱便宜。好，我听听看，你听听看，怎么样？这个不错的，不错。阿宽呢？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。哪个洋鬼子？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，叫义律的。王八蛋，他怎么了？他爹是叫洋人给打死的，鬼子要拉我们的船去装大烟，他爹不肯，就叫他们给一枪打死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去年。去别说了。哎，秀啊，那个义烈不是住在澳门吗？他是常来常往的。他一来准没好事。哎，
听说皇上已经派了钦差大臣来治他呢。是是，钦差大臣。哼。这些大宴馆是前些日子封的。谢谢啊。你他是我的男人。谢武啊，眼下是病毒已生，我看不用重药，怕不易收效。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，养庸遗患。为什么？广州外有洋人，内有皇亲国戚，我是投鼠忌器，下不了手。你是指玉坤他们那帮人？明天你会会他们，就知道了。谢翁，我是初来乍到，您可要多加指点呐。少穆，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，铲除中国的淫患。怠慢怠慢，多谢多谢，你请，吴大人，木工海亮，红啊。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，可就是收效不大，其故安在呢？哎呀，其原因不在广州，在海洋上。哦，君们，在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？回大帅的话，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，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。是，不正本就不能够清源。是是是。不过林大人呐，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？哦，为什么？那得领教了。洋人的船呢，在海上，它不在咱们广州啊。哦，那不要紧，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。吴观察，在。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吗？是啊，那就扣住他，还把他烟缴不下来。哼，是是。韩谢台，在。大帅有何吩咐？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，不准放走一个洋人。是。第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？啊，是是是是。不远送，不远送。啊，请请请请请。啊，好好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啊，请请。哎呀，穆公啊，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呀，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提防机场大变呐。照您这么说，洋人他敢打仗？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，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。林大人，就我们那些个炮，关敬门他心里有数。
玉剑提醒的对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咱们是不能放手进言的。就是嘛，关键们，在吩咐水师立刻出动，不让逃走一条洋船。是。明天咱们就上虎门，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。说长江天险，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。嗯，是啊，请看看咱们炮台吧。哪年铸的？乾隆42年，比我还大3岁了。能够试一炮吧？行，请吧，开炮。大帅，您看，咱们就是这样的炮。上找新炮。大帅，您果然造好了新炮，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好啊，直普，不过朝廷没有这笔钱呢。不要紧，我想过了，打算跟玉剑都想办法。你打算把他也给砍毛啊？难呐。大帅，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。好啊，大门给我们堵住了，谢翁，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。钦差大臣遇到，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获，以免俱下干结，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。如有带来，甘愿鸦片没收，人际正法。哎，什么叫正法？正法就是杀头。啊，武先生，你好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武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啊？身体好吗？好啊，实在对不起，麻烦你一件事啊，能办到的话，一定效力。啊，请坐，好好。穆老爷，咖啡。我希望你能够把滇地先生送到澳门去。哎呀。那实在太危险了。但是吴先生，如果滇地先生不走的话，恐怕对您更危险了。是啊，事到如今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。办法嘛，我有啊。请。今天晚上12点，在那个地方。干什么的？我们有公事，
钦差大臣有令，文武百官到此一律要下轿检查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要检查一下。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吧。不行，一定要检查。哎哎，干什么呢？什么事啊？啊！哎呀，韩喜他呀！哦，原来是武大人。是啊，这么晚了，您还上哪儿去啊？我们有要紧的公事啊。哦，请吧。谢谢谢谢。平安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的帽子，哎，我的帽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捞起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快捞起来，捞不着，往前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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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快点，快捞起来。哎呀，算了，带我的吧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宽交给我。爹，再迟了，洋人就要逃跑了。哎，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，他往哪儿跑？你马上过海，赶到莲花山，传我的话，盘查出口船只。好，谁领第一路？我去。谁带第二路？我去。好，走吧。
今日捉到，原物送还。矿东山，这矿东山是谁啊？是个打鱼的，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。我想找到他。他们常常出海，不好找啊。来人呐！在。传我的话去，吩咐所有的司道、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。是。回来，把御剑队请来。是。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。几十年来，鸦片所以流毒内地，屡禁不绝，究竟为了什么？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位，吃的是皇上的俸禄，受的是朝廷的恩惠，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地里维护鸦片，卖放洋人，这还能算个人吗？为什么你不敢呢？开下去！在。洋人颠的是怎么逃跑的？是标下。标下一时疏忽。哼，你知罪没？这是颠颠的口供，自己看去。吴少龙，卑职在，御监督今天为何不来？卑职不知道啊。退堂喽！钦差大人传话，把总兵韩少卿从燕山衙门仔细开门。走。慢着，钦差大人请武官看留步，请吧。观察在外面等候大人问话。给大帅请安。外面伺候。是是。海关派船请你来议事，你不来。来人了。在。拿我的片子去请御剑队来。是。这些个绊脚石啊，非把他们搬了不可。谢谢吧，让我来。建东，啊，是你啊，是我。哎呦，御剑都到。哎呀，木工啊！是营是营，这两天呢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，我都没钱来议事，是真是多请包涵，多请包涵。事情要是不紧急，也绝不敢惊动大家。请看，请坐。木工啊，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啊，又逮回来了啊。哦，何工啊，提起洋人来，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。哎，好说好说，请请请。事情是这么的，近来洋人气焰嚣张，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，武力雄厚。说到咱们的海防，您是知道的喽。哎，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？来，
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。因此我就考虑再三，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，兄弟这边是分文不剩啊。我看也未必尽然吧。这是朝廷的体制，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。好吧，咱不提这个。后啊，近来外边有些流言，想必后翁也略有所闻吧。这明明是无中生有嘛。可是洋人爹爹的口供，请稍待啊。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拓呀，才不惜血口喷人呐。这个洋人呐，一向狡猾呀，目光不可不防啊。刚才穆公提起想修炮台啊。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。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，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。那好吧，那就多请费心了。哪里哪里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。请好，告辞告辞。恕不远受。哪里，告辞告辞。监督，吴少龙送赴看管。他金国领事一力先生参见钦差。请坐。今天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脚烟的事情怎么样了。本领事一向认为鸦片贸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，从来没有指使商人做过这种买卖。可是英国的商人贩卖鸦片，那是历史最久，规模也最大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那是商人们自己的事。据我所知，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，借此发财，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。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，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，不惜损人利己，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。对。因此贵领事呢，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。对不起，我的责任只是保护帝国商人的安全。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，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，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。鸦片一日不断，我一日不离广州。既然贵钦差一定要缴烟，我当然可以效劳。不过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
已经回国去了，很遗憾，我无能为力。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片商人颠底还在广州吗？不不，他也回国去了。哦，是万一他还没走呢？哼，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。那好，就请你转达吧。戴天地扎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。他是英国的侨民，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令。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，他胆敢抗拒潜逃，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的袒护，是何居心？嗯，大臣只在禁烟，仍你可以带去，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。你要是逾期不缴，我就封你的商馆，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。我声明，如果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，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。多臣官长，送客。这是不能再忍的，我们一定要冲出去。走，冲出去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不能再忍的，我们一定要冲出去。不能这样，我们要吃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伊利去，要他向中国提抗议。对，找伊利去。走。理想就要实现了。哈米尔顿林赛先生在1835年向阁下所建议的对中国作战的计划，我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迅速的武装行动，以免错过良好的时机。进来，查理。查理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只要我能恢复自由，我情愿交出1000箱鸦片，1500箱也行啊。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把所有的鸦片交出去。什么？我们损失太大了，不行。
你们商人就只管钱，钱，钱。不，我们也尊重英帝国的荣誉。那很好。为了英帝国的荣誉，我叫你做件事。什么事？交了烟，你马上就可以有自由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封信送到伦敦去，交给外交大臣巴莫尊阁下。你是不是要请求我们政府出兵惩罚中国？查理，你终于把我们心里的要求提出来了，你真了不起，你将为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打开东方的大门。教旨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伟大的事业也有你一份。现在我宣布，所有英国商人立刻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中国政府。啊！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。不行！阁下表示敬意。好，我们敬的是鸦片，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。只要你们能拒接，今后不再贩卖鸦片，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。船长，把船开出海口。是，昨天又新到了三千箱鸦片，怎么办？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子。是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。
滇帝回到伦敦之后，和许多资本家一起跟外交大臣巴莫尊会面，策划侵华战争。巴莫尊把英国鸦片商人汉密尔顿·林赛在四年前所拟的一个对华作战计划提交内阁讨论。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不义的，生怕中国人民会起来反抗。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们很清楚，如果鸦片贸易中断了，英国和印度每年就要损失六分之一的收入。因此在维多利亚女皇授意之下，巴莫尊等积极布置侵华战争，并且迫切期待战争决策能够早一天在国会里通过。您看，新筑的八千斤大炮，警炮，哎，前面拉，哎，前面拉，停住，停住，哎，停住，前面拉，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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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小伙子真有两下子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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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次，这小子爬到洋船的桅杆上，把鬼子的旗子扯下来烧了。哦。嗯，明星可用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来。就你。就是你。劲儿不小啊，这个旗杆你能爬得上去吗？能行啊。能行，好，上去试试。哎，把帽子给他，让他挂上去。当兵吗？哎，那为什么？我家里有老有小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你有个老婆，还有个手抱的娃娃。嗯。爹，他，这位钦差大臣，他还坐过我们的船呢。哦。
呢？走开！哎，让他过来。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林大人，您烧得好啊！虎门一把火，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。你贵姓？邝东山。洋人点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。林大人，您要治洋鬼子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们都愿意。好啊，老义士，来，请到大营去谈。请请。这一次洋人遵旨剿燕，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，老祖宗在天保佑。林则徐这趟差事办得还不错。是，你只给林则徐，叫他趁势把洋人都赶出去，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，免得麻烦。是，洋人是服了，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的练兵设防，以奴才看，未免是多此一举。啊！林则徐、邓廷桢，如今兵权在手，而且天下归心，皇上不能不防啊！有什么风声吗？玉坤来信说，他说什么？奴才不敢乱说。说吧。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，请皇上过目。名为圣主，除彼政，实行居恋肥私门。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？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以奴才看，还是先把他们拆散。嗯，把邓廷桢调福建去。是。朝廷变心了。沙漠，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。眼下义利还在海上策划走私，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，可以高枕无忧。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，你我岂不是束手？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。打仗我不怕，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，内外夹攻。你为禁烟大事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少穆，与其进退两难，不如激流勇退吧。疾风知劲草，到了这般时候，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。兄，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？要么仍请皇上恩准，你我同守广东。不，以我的预见，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。那为什么呢？福建广东两地毗连，万一外姓一起，也得有人做主。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。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，不无遗憾。小吴放心吧，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，
大帅传话，各位大人免送了。少墨，还有什么话说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广州福建是毗连之地，只有海防无虞，你我的身家性命才能保全，千万千万。少墨放心，广州的担子要交给你一个人了。谢我，你到了福建，请把这封信捎给内子，就说是哲学办完了这件大事，也就告老还乡了。一定带到，请大帅试，船开不开？为什么不开？风不顺。只怕前途是逆风多于顺风了。行，珍重啊。1840年4月，英国政府借口保护英商利益，派遣大批军舰侵略中国。什么航向？东北北。嗯？怎么中国人一点动静也没有？两条渔船。报告旗舰，停止前进。是，报告旗舰，停止前进。把那个渔船上的人带来，要客气点。是。来了来了，这边走。我好容易把他们俩人找来了。你们是打鱼的？是。他是你的儿子。
这一带你们很熟吗？很熟。给我们饮水好不好？你肯出多少钱？300块。拿去。老头，到了广州，我还派你在这位张先生手底下做官。嗯，去吧。等等，你的儿子留下。走吧。还没有动静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玉林先生，你摔下来了。姓张的，快逃吧，我在广州等你。啊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是真心帮你们的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饶一功，干了。
英国侵略者攻不进广州，就移兵北上，攻陷浙江定海，然后分兵直扑天津，威胁北京。上的话，洋人打到天津了啊，还说要上北京。上北京，别吵了。说下去，洋人来求皇上赔他们的大烟钱。胡说，谁给他们的钱？据说当初林则徐缴洋人的烟，讲明是按价收买，这笔钱至今未给啊。有这样的事情，皇上把禁烟大事交给林则徐，他不但没有办好，反而引起了许多的波澜。这也怪我用人不当。皇上，明天要不回信，洋人可就要开炮了。让他们先回广州，咱们重办林则徐，给他们出气，总成了吧？皇上明鉴，洋人要的是钱。这笔账责成林是。你看，让齐善到广州去办理善后，怎么样？奴才，你怕洋人吗？是，是。奴才谢恩。怎么不唱了？上有旨，林则徐听宣。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，米饷劳师，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。林则徐着交部严加移处，钦此。大帅，少穆兄别来无恙啊，托中堂大人的福，则许辜负田根，虽肝脑涂地，也不足以报万一。中堂大人，天北昏庸恼朽，有件事还望中堂开导开导。不敢不敢。林大帅禁烟有功，为何要交部易处呢？可你们没有把烟禁住，反倒闯了一场大祸，逼得洋人攻打定海，扰乱天津，几乎不可收拾。请问中堂，鸦片是林大帅禁的，烟土是在虎门烧的，洋人为什么不打虎门找林大帅算账，倒反而闯了天津找中堂为难呢？是。洋人北上天津是要向皇上逼状，办你们的罪，这许罪有应得，不敢诿过于人。但请宗老大人能够启奏圣上，说我临着许愿负责江湖，戴罪立功，若是不能收复定海，我死而无怨。圣命难违，本大臣不便怠奏。
既然林大帅进言有罪，我也责无旁贷，关天培愿解甲归田。大胆放肆，你当你能置身事外吗？志普，你犯不着为我断送前程。中堂大人，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都在中堂掌握之中，愿以国家社稷为重。多臣关照，来呀、啊！在，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。林大人，您不能走。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快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各位父老兄弟，你们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天命难违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大人，有您在，鬼子就不敢进广州城，往后可怎么办？大人，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吧。大人，您只管吩咐吧。大人，老奶奶说得对，我们不能让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广州城。你们要敌忾同仇，心要齐，胆要壮。我们进广州城可以啊。第一，把林则徐修好的那些炮台工事全部拆掉。是。第二，把林则徐办的那些民兵水勇全部解散。是是，马上就办。Thank you.
帅，他已经拆了，哎，水龙啊也都打发走了。嗯，好，明天就出榜安民啊。好，开炮！当琦善履行了一切条件以后，英国侵略者背信弃义，又向广州发动了进攻。齐善大人束手没办法救兵，禀报军门，鬼子三面包围炮台了。这个交给你。什么？我绝不能让天朝的大印落在鬼子的手里。军门，你回去见林大帅，请大帅转奏皇上，就说臣关天培为国尽忠了。你走吧。军门，我至死也不离开你。走，你走吧。左炮台失守大人不发救兵，见死不救。慢着，中堂大人有事。求见中堂大人。少母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？大人可知道官军们的虎门殉国了？知道了。关天培身为水师提督，临阵退敌无方，
副总席。你为什么按兵不动，坐视不救？我的兵要守广州，可虎门一失，眼看就要兵临城下，本大臣自有退兵之计。你给我3000人马，我死守珠江水口。要是打不退洋人，甘愿粉身碎骨，死而无怨。林则徐着重发配到夷陵，效力赎罪，即由该处起戒，钦此。臣凌迟给打湿了。
侵略者输入的鸦片，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，反而促醒了他们。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，从这一天开始了。